这些体系里面又发现了两个特别好玩的科学小实验，咱们先看视频。在瓶子底部扎几个洞，装满水凝冻瓶盖，这就是可控制水流的微型喷泉。偷偷往胶水里滴一滴墨水，墨水迅速向四周扩散，神奇的恶魔之眼就被召唤出来了。瓶子上扎几个洞就可以变成微型喷泉，胶水上滴上丙烯就能变成恶魔之眼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宝子们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两个实验呢是真的话，请扣肯定的。如果你们认为这两个实验是假的话，就扣骗鬼呢。当然啦，瓶子胶水我都有，所以现在实验开始。Nice. 咱们先来做第一个微型喷泉。我觉得瓶子扎了洞之后，水肯定会往外流啊。这个盖子能控制得住它们吗？先给瓶子扎一个小洞，一定要用力怼下去，再多扎几个洞，让喷泉看起来更丰富一点。瓶子上的洞呢，我已经全部戳好了，接下来就是验证它喷泉的效果了。给它倒满，没有盖上盖子的喷泉立马就流出了水。咱们现在把盖子给它盖上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矿泉水瓶制式喷泉居然是真的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有小可爱知道吗？第一个实验完成了，咱们来做第二个，胶水做恶魔之眼。但是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的。先在盘子里挤上适量的白胶，然后把笔芯上面的盖子给它拔掉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喽，小可爱们千万要看仔细哦。我感觉笔芯在开始慢慢晕染了，咱们先耐心等候，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眼珠子的形状了。Moments later， 为什么我的恶魔之眼这么小呢？咱再给它加点墨水，这回它应该能变得大一点了吧。 2000 years later，恶魔之眼这个实验是成功的，但是我的恶魔之眼怎么这么小啊？看起来一点都不震撼，只能拿近点给你们看了。这样看是不是还是有点恐怖的？像看一个恶魔的眼睛在凝视着你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两个实验都